咱来进行一下入室哈，就是在关闭加房门开启的声音档。啊，即马遥控器，啊，遥控器第一颗开，第二颗关，第三颗是这个设定的确定键，第四颗就是自动模式的进入。好，咱先起第二颗关。好，即马车内就拢无声了，就是原厂的音量。说来过来，遥控器第一颗，阀门开启，好。好，说来即马咧停红灯哈，来看一下遥控器诶，好，咱起第四颗，好，有两个声音嘛哈。一个高音，一个低音。好，听到低音的时候，因为咱这只酷咖吼，咱是使用油门板的，油门板的排气阀门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指定的油门深度，指定的油门深度，我现在差不多打，大概50%，大概50%的时候，我把吸键压下去，油门定住不动。好，按下C键，好，这样就完成设定。好，这是在你压下C键的同时，好，以及呢C键压下去的时机，就是它阀门开启的时机。好，咱来试一下声的，好，这边油门放掉，伊就是声音，就是在小声的阶段。好，现在慢慢的踩油门，好，就要变声了。好，变声就是我油门的点。已经到了，所以它的这个声音会有自动性的改变，就是大小声，甚至低速的回压，它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。